就是男的也是头目，女的也是头目，然后通婚啊，所以呢，华人外带那么大说，把外孙都住上来的，你说那时候给哪？你说那时候干嘛这样的？对不对？把我那个叫西古达古的啊，下来的时候，再下来的时候就是瓦米嘎，瓦米嘎呢就是哈。我们应该可以讲说，瓦米格尔是金伦溪流域哈的中心。所有像台版部落，还有金伦，还有多良，就是这个哦，事实上都是算卫星的部落了哈。因为好在瓦米格尔就是孟梅格哈，他们哈在荷兰时期的时候。在金伦溪唯一的头目有参加过那个所谓的东部会议哦，1659年的时候，是他们那个巴劳人就是瓦米格的头目去参加，所以而且哦他们就是因为哦最早接触荷兰人，所以他们得了天花，哦，所以那个时候在跟那些几个人打了完就买了，那打的话一撮马擦擦呀，马里马擦擦呀。啊，有的时候一天后就大概可以会死哦，大概5个人哦。啊，马才要走超来不及后啊，怎么回事哦？怎样啊？一座的西安那么有没有？我知道那个地方后就是瓦弗里山那呀，一座的瓦弗里山那呀子，哎呀，就是哈、哦、那个他们来不及。烟买的时候就是直接丢到那个浅海去哦，一直丢一直丢。有啊，阿巴村那拉没有人，也呀，伊哩马乌哩不进来，伊那样那样。啊，完了那外干嘛是买伊那样的，更往里面哦，就是到九甲子去成立后新的部落哦。有啊子呀，伊九甲子，我就丢了啊，伊那样的嘛就一撮在这呀，一撮就不干的那一撮在德国呀。有啊，啊那什么云南人点嘛就，一桌子，那个马巴拉克达，阿蒂达那么大桌，西南南路啊，罗马苏杰那么大尼人，哦，我讲记住云南人，所以后又出来一个叫，加比亚，哦，加比亚就是现在新兴，现在新兴。就是历来在他们那个部落，啊，啊，我个啤酒饮了两天嘛，就那个呀，啤酒嘛嘛的说嘛咯，兄弟哦是讲，然后，原来那阵样嘛就啊，现在这个你这个怎么去给人家？刚刚生生拿着啊，我妈。